我是想要去找你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在冰清岩水巷口里啊，你看你来。 小姐，我搁倒伫咧内底，恁着伫咧外口头咧暗去，真假嘛？嘉玲，小北工厂，迄拄有三个警官甲我拍一个招呼，拄好去拄着尔。遮尔拄好，伊嘛是拄好牵着你的手，着遮尔拄好，拄则阿红阿出前面跋倒，我拄好互伊扶，嘛拄好互你看着啊。哦，那安尼我知啊，等者恁嘛会拄好要做伙走，拄好要做伙食饭。 拄好要做伙洗身躯，拄好要做伙困。哪会拢遮尔拄好啊？我看恁两个人敢要规气做伙就好啊。唐佳丽，伊会少想发生意外，阿红拢遮尔艰苦啊，你搁伫这时阵学白生话，你安尼做，敢那会替叶家添麻烦？我无甲恁两个人头来暗起来，但是拄好破，就是惹大家操烦。想袂到恁两个人面皮愈来愈厚，无洗清气还阁硬拗，阁想要甲我架势。 我嘛，无需要搁有恁机会啊！刘启道，我要去看少强，顺续甲大家视讯，甲你的介绍台讲予大家知。你这种人无大家少强疼惜，嘛无大家互阮大家继续包容。你走！你要创啥？你这回嘴就要我袂讲话，我要替你做啥？看你是不是会较乖，卖物件，变成是我地盘。把家里放开。 家玲，我是什么代志？阿妈，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病医拄着拄床，啊，像知影家玲哦，看着都乌白讲话啊，讲什么阮关系无正常，搁甲我讲个真歹听，啊，我气袂过，毋则想讲要甲假死。你莫拍人，喊救人哦，我讲的是事实。你有啥物证据在证明你讲的是事实啊？你要证据？好，我找证据。 他咧找，哼！你要找证据啊？人咧就是无证据啊，无证据，搁伫咧遮有白生话。刚刚老夫人甲你当作是查某孙，你就当遮尔阿爸哈？老夫人啊，就算你要疼伊，嘛爱花家己啊，袂当互伊靠说你的名伫外口四界有白来。哎，叶家的名声早晚会互伊拍歹去啊！叶家的名声像恁两个人母臭。 你好啊，杜承恩，你的做人安怎？大家拢真清楚，不管嘉玲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拢无应该甲阿凤行遐尼晚。老夫人，就算阿凤是你孙媳妇，我嘛有交朋友的自由啊。要交朋友去外口交，莫交迄乌鸦家来。我无想要甲你将来有交叉，还佫有。 替别人咧太太讲话的时阵，莫讲甲安尼家己切气，若无得算你是清白的，别人也咪无说你误会啊。哼，老夫人啊，你讲来讲去拢是我的问题啊，连你拢遮尔阿爸，无怪张嘉玲有样看样。啊，毋过好佳哉，我也不同情况，无想要甲恁计较。阿妈。 我无想要伫咧遮解释，根本就无个代志。我不如开始讲下去看少强，或者阮爸嘛真关心少强即摆个状况。嘉玲，你讲阿宏甲杜承恩有问题，是真实个？是真实个，阿嬷，因两个人早就无单纯啊。进前千面女人安排嘉宴，叫做是我个时阵，我就知影因两人有鬼啊。